啊，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到风景秀美的玉山，我们一起来欣赏2018年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将杨帆和郑宇博之间进行的。可以说，这两名选手呢是一生之敌啊，这个既生瑜，何生亮。很高兴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来了全国冠军，咱们的老朋友马志宇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马指导你好。嗯，姜老师你好。这个作为一生之敌，两个人呢也是各有特点啊，两个人的球风，但是这个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都是技术最好、水平最高的。对，这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两名这个名将啊。嗯。有的说他俩是属于提前进入了决赛，真是嗯。郑宇博的发力特别好，尤其是在冲球这个环节，对，这公认的，其实是郑宇博嘛，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的多，嗯，to break， 打球爽，对，准，绰号准神，对。而杨帆呢，这个更不用说了，上届冠军。打心脏，嗯，练球也特别刻苦，嗯，这个在前两届玉山的世锦赛呢，我都去了前方，所以每每在这个空旷的这个练球房里头，最晚走的是杨帆，即便是冠军，对。这次的中式台球世锦赛呢，和以往一样啊，吸引了很多的中外高手。它最大的特色是，很多的九球名将和这个斯诺克的名将都来参赛，证明中式台球运动确实是介乎二者之间，让大家呢都有一个参赛的空间和余地。对，而且这些名将往往表现的都特别好，像我们公认的实力最强的，也是上届冠军杨帆，在上一轮比赛中差一点输给了九球的世界冠军柯秉义。对，柯秉义没想到啊，在前一天的比赛状态很低迷，嗯，那么昨天跟杨帆的从开始一直保持领先，嗯，到后期中场追平之后，柯秉义继续扩大比分领先，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啊，杨帆属于险胜啊，非常的危险。嗯，就是如果说再把这个九球选手、斯诺克选手对中式台球比赛的规则不是很熟悉，这个因素要加进去的话，这个比赛有可能打得会更悬，对，或者说甚至会这个结果会形成这个相反的一个结果。像九球选手和斯诺克选手，他们唯一的这个对中式的规则还有这个胶边不太熟悉，如果要是让他们强行的去改呢，又不太愿意主动的去调整这方面的问题。嗯。因为毕竟他们的职业还是专项吧，九球和斯诺克。啊，就是在九球台上的这种翻带啊，这个碰库之后的分离角和中式台球的这个球桌的分离角还不是完全一样。对，区别很大。嗯、两个人很有意思啊，在那个朋友圈也看到了，那个有一个小视频，嗯，就是吴昊带着杨帆呢进了一个练球室，嗯，正好碰到了郑宇博，两个人寒暄握手啊，完了说那个啊，那个一会儿咱们俩决赛见啊，好，好决赛见，哦、还这么正式，很有意思啊，很逗的，哎，可见他们关系非常好啊，兄弟间，然后现在11的角度啊。13的角度可以撞一库弹起来，争取能 K 到这个库边球的15号啊。好，高杆的右塞发力，漂亮。
啊，通过这个方式啊，解决掉最难的一颗球。现在目前就是看留哪颗球是叫八号，还是说提前去 K。嗯，这个球了，哎，差一些。嗯，这个角度可以叫一杆八号球的反弹中带啊。这个翻中带是中式台球选手的必修课啊。嗯。选择依然是 K 球啊，但是会很危险。哎呦，爆了一点，强行进攻。嗯。front ball 贴库球。目前三号球的进攻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好，看一看有没有传球中带。如果有可能啊，可以利用七号球来传进二号中带，七号球弹一库起来，运气好的话可以撞活六号啊。嚯！但是现在这杆可能要先去进攻六号，感觉应该不太够进。嗯，还是留下了机会。至少是想把八号球给毁掉这位置，但是没有成功。哦，依然是没有保进八号。七号中带，尽量把六号球的角度啊叫得直一些。
Set for one, 郑宇博 and the right.那么是一个长局的赛事啊，25局13胜。这中间会有两次休息的时间。对，应该是每八盘一个官方的。8局16局。另外在比赛中呢，应该每名选手有一次叫暂停的机会。对。在每局中呢，有一次叫延时的机会。对。那如果不叫延时的话，它的单杆是有限时的。是，而且在双方。都到赛点的情况下，到决胜局的情况下是没有那个教研时，可以一直可以多考虑这个打球的时间呢，就没有限制。郑宇博 to break。这次规定的延时，这个单杆的限时是应该还是45秒。45秒，惯例了。但郑宇博的这种冲球啊，这力量非常大，对，爆发力非常的强。但郑宇博的冲球啊，也有一些视频，那个球台的上方正常的不都有一个灯罩吗？曾经那个视频里面开了一杆球跳起来，把那个灯打灭了。哇，这个力量啊！对。目前全色球的局面还可以啊，不错。其实这个不光是力量，还有速度，对，爆发力。看一下现在的这颗6号球啊，也有机会吃一步两步来 K8。可能还是最后选择去用4来去叫8号。尽量把6号球叫直。主要是看这杆角度啊，4号球的角度，尽量去推上来去叫8号右下角的底带。稍微轻一些。准备没问题。郑宇博 and right。连续拿下了2盘啊。其实，在国内的一些中式台球的比赛中，两个人碰面次数已经非常多了。对，尤其是在决赛中，彼此都非常的熟悉。这个第一的这个位置也是轮流坐。像目前郑宇博的状态，大家也都知道，他原来打过一段斯诺克。那么在上个月，我记得是上个月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大家疯狂的转发他。在一天之内练习当中打出了3杆147，哎呦，其中有2杆是有视频的。
非常的厉害。一天之内打出三杆幺四七，对。白球没有定住，行进了很远。今天杨帆的冲球的运气不是很好，每杆的力量都足够啊，之后局面看得也很散，但是始终是没有直接进球的线路。郑宇博呢，有点类似于像小钢炮似的那种冲球哈，很快，很果断，痛，哎，刚好把二号踢跑啊，把这个九号球的右下角的进球线路给让开。现在目前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这个十一号的衔接。好，再拿十三号来调整一下中带球。其实叫中带啊，来去处理这个十一号难度有点大，因为需要叫的非常的精准。这杆都没有做到。运气不错，利用了撞八号两过回来，叫到了可以顺势来 K 一下十一的角度啊。就看这杆十一 K 起来的效果。还不错。十一底带打进之后啊，争取能留到九号球够下的角度。第一杆的力量还不能过大，撞库之后啊，让它把力量卸掉。太要求这个白球的走位啊。把这个球方进的局面可就变了，现在更有利于杨帆的防守。目前难点有三颗，都是在库边。
相截道的话，杨帆还是没有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但是否要先再做一杆防守，把这个九号啊先在这个位置再改变一下。好，轻轻的弹起，争取留在四和八的后方。啊，力度上，有一点担心啊。对，手感应该是不是特别的好。Extension call. Yes. 好，看郑宇博是否要选择跳啊？这杆球有一个很好的跳球的机会。差一点，跳翻，没有选择直接往里面跳薄进啊，那样的话容易白球飞出台面外。比如说这个跳球的时候啊，不能跳那种特别薄的球，容易让主球飞出去。继续防，借机会把自己的一些难打的球呢都打得尽量活一点。对，在等待机会。哟，差点跳进啊！很像啊！哎呀，帮忙了，对，要把自己打活了。然后看这个中带的机会能否高杆上来啊，做到二或者四号球的中带。角度合适的话，那这杆的跳球算是非常的失败。嗯，太阳不行。哇！篮球打的点有点厚，横台过来看看四和二号球啊，哪颗球有杆下的限制？哦，这杆的失误有点大啊，不应该的失误。九号球的右侧还有薄啊，但是很可能主球的线路，被五号球挡到，所以说这杆球有可能会选择撞库之后啊，来把五号球踢跑，用九号球来占住洞口。嚯，算是比较好的一杆防守啊。咱们这杆球看能否利用八号球啊来做成障碍球。不错，全
色球的分布也非常的理想，就看这一杆的跳球，跳进的话八号也是没有进球的线路。嗯，这局过程艰难，结果是好的，对杨帆来讲。这个比赛呢，是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玉山举行的啊，这已经是玉山的第四届了。除了中式台球世锦赛之外呢，玉山还在积极的举办其他的台球类的比赛，比如说七月份的世界台球公开赛也是在玉山。嗯，所以说现在这个玉山呢已经是成为了大家这个尤其是台球迷们最熟悉的一座城市。对，现在他们也在积极的打造世界台球之都啊。嗯，听说好像还要建造那个台球的博物馆。嗯，对，再建。这是著名的这个叫状元县啊，就古时候就在这个县里出了很多的状元，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呢，为什么喜欢台球啊？他爱思考。嗯，对。到现在玉山籍的这个博士啊，在国内的有600多人。啊，硕士的有6000多人，这都是官方的数据。这一个小的县城里头，有这么多的，出了这么多的状元，真是厉害。啊，所以他有这个中国的博士县啊，江南才子之乡这样的美称。哦。风光也特别好。那说玉山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三清山，大家都知道，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山的两面，这面是三清山。哎，这边就是玉山。嗯，这个冬天有冬天的这个雪景啊，这夏天呢有夏天的景，都特别好。对，所以说啊，在这个季节，大家去观赛，或者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大家去看世界公开赛，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哎，好像附近还有一个油菜花的一个。对，现在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美极了啊。嗯，回到比赛中，哎呦，这个球好悬啊！是啊，看上去好像没找到难点。对，应该是这盘球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难点啊。嗯，除了刚才大意的这一下。对。好，拿好球来调整一下。这杆球不用两库去跑这颗六号啊，直接正常的中杆弹起就可以。对，低杆两库这样抓的话，力量和分离角度容易失控。比如说刚刚这个球呢，中杆或中高杆带上一点左塞啊，直接奔着这个六和七的这个位置去叫就好了。嗯，对，郑一波，对，没有必要抓两库啊。是，而且他刚才有一个身体语言，他用手抹擦了一下这个库边。那次这事不赖我。嗯，其实因为新台刚装上的
新换的台你跑球都快，不容易控制。还好啊，补回来了。用力量和杆法来控制。这个郑玉国这局球还是很重要，去。一直觉得这个马指导啊，除了是优秀的球员之外，我还觉得在这个执教水平上，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教练啊，中式台球的这些教练。现在还在带学生吗？现在没有带学生，但是哦，那太可惜了。做那个在我们公司啊，做这个台球实验室。台球实验室。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请也是请了一些博士生们，来这个做台球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比方说，我跟丁俊晖、李跟阿萨里面到底差距在哪里？那么我们通过一系列他们的身体上的一些数据，之后呢，来找出之间的差异，找了差异之后呢，我们再分析这个他的指标在哪里？为什么他的指标这个指标这么高，打得这么好？那你找这个，你这个是大学问啊！对，因为开始我设计这个也不太懂，慢慢的跟这些博士们之后去了解，相互之间我用我的台球的经验，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的一些知识，我们相互的去交流，这样的话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那个数据和指标。这要涉及很多的什么这个力学啊，这什么人体物理学啊，生物力学，生物力学啊，以及心理学，甚至一些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学问都要涉及进去，然后综合的考量，哎，我们这个怎么能够培养出最优秀的球员？对，现在问题就出在于目前的这个教学的水平啊，大家都有各自的理解。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地杆应该这么打，这个教练又说这么打，到底哪个是对？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就一直是都是凭经验来教，但是现在我们把它公式化，也有理论了。对，对。啊，希望你的这个研究啊，能够及早的这个进入到这个收获阶段啊。对。这个用你的新理论，能够带出更好的、更优秀的学生。对，但这个事情也是目前世界没人在做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是一张白纸，不知道如何从哪个方面下手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漫长的啊。你这么一说，我是觉得特别的新鲜那事儿啊。当然，我也听说你们一直在摸索一些新鲜的好玩的这个打法，让大家能够在台球运动中呢获得更多的乐趣啊。比如说，把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娱乐项目植入到这个台球的运动中啊。是的，包括那个台球的麻将啊，竞技麻将，对对。其实都是用一些传统的这些玩法在台球上啊，争取能展现出来。行，也是期待着你们能够早一些把这些好玩的台球运动项目推出来，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一些创新呢，其实我们的宗旨目的是想，让水平高的与水平低的之间更拉近距离，而不是说咱俩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去。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的水平，我跟郑玉博，我跟杨帆，我也能打，我也有机会。对。当然，这个机会就是增加一些运气的成分啊。如果光比水平的话，那我们肯定差得很远。哦，远台没有打进，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收获。运气还不错啊，两颗球去当守门员了。其中有一颗是库边球，本来是一个难打的球。好，目前郑宇博这杆球的角度啊，看是否要尝试低杆啊，拉回来把这个他后方的这颗13号带进。还是一杆很好的防守机会。对，就是这样。这样的话，8挡住了另外一侧的洞口，9号球我不知道是否有下。你觉得能看见？那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这杆已经算是做到了，只露出了9号。看，现在看不太啊，这有可以还是过。这个杨帆主动就主动在守门员太多了。对。这杆走位的话，中带不知道是否有啊。
哎，没问题。哎，这杆运气其实不好啊。嗯。五号球挡住了八号。这样的话，需要打一杆，长台啊，也可以先把这个洞口球先处理掉，但绝不能拿这颗带口球啊去撞八号。虽然有撞八的这种机会啊，但是一撞完八之后，主球的位置啊停的就没有办法叫别的位了。哦，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先打这颗十五号，中带先不要打。或者是拿这颗十一号弹起来去叫这三颗球。Extension call。还是留的十二号最后来处理八号。力量有一些多啊。那这杆的角度勉强可以蹬过来撞到八号。啊，不够。哎，好，现在这样的话，郑宇博就有很多的机会啊，可以先用六号来处理一下这个八号球的，那么处理一下八号或五号都可以。嗯。目前最理想的是这个六号球，这杆很关键啊。解决掉两颗球的位置。嗯，不是最理想，但是也够用了。对，力量还是大了。现在打五有一定的风险啊，还是留的五号最后处理。好，这边的、哎、力量，打厚了。本意是想两库弹起。嗯。肯定应该是最后去打五号球啊。对。所以这两个球都稍微感觉都有点别扭。嗯。然后还得拿三号来叫四。角度稍微小一些，不过还够啊。可以有几种方式，蹬杆或者低杆拉杆一库，弹起都可以叫到四号球。你这杆球扬帆的这个旋转呢、啊、够，但是蹬杆的那个中力，就是打点的出杆的一瞬间打高了。嗯。这个追求更好的角度，嗯，这还发力了。郑宇博 ，and break four one。
看郑宇国的冲球杆啊，是目前最流行的一款那个黑色的科技的前碟。郑宇国 to break， 也很有特点。大家一看，一根通黑的一根球杆，专门像那个碳素的感觉似的。对对对，嗯。硬呗，应该不只是硬的问题，嗯、它是有一些科技含量在里。啊、哦。如果要是没用过的，感觉上手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说它空吧也不是，它的力打的实也，就是很怪，很难形容，你得亲自去试。哎、那它的好处在哪儿？这个是那个也是这个研发刚刚研发出来的，嗯，觉得这根杆啊我还没有使用过，嗯，所以说我就先不给他做评价。哦、嗯、其实这个有些新东西出现的话也挺有意思，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头，有些新的器材装备是被这个承认了以后一直能够延续下来，可有些东西是不行的。对，比如说像在游泳比赛中一阵儿出现鲨鱼皮的游泳衣的时候、哦，大幅度的提高成绩。对，这种是不允许的。嗯，包括在冰壶比赛中啊，它这个有一个高科技的这个刷子，后来也禁用了。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刷子就是扫冰用啊。扫冰用了这种刷子，好像各队成绩都在疯狂提高。哦，哎，后来就被禁用了，说这刷子又怎么不好了。但目前台球来讲的话，还没有，让，球杆呢，尤其是球杆还没有让任何一个运动员有明显的提高的这个作用。嗯，就其实体育在科技中的含量是越来越重啊。嗯。就在很多运动项目中，包括最明显的赛车运动、雪橇运动，你这器材好了，这成绩柔柔的上去、嗯、啊。对，汽车运动是一定的。雪橇啊，雪橇现在这个为什么德国呀、啊，什么北欧这边的成绩这么好啊？跟那个器材也有关系。我觉得其实像这个冰刀，嗯。但是我觉得，凡是这个运动啊，一旦被某一方独霸了之后啊，如果要是器械的问题，一定会被禁止的。嗯，对，或者大家都用吧。对对。所以这个马老师一说，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啊！等比赛结束之后。啊，看看去问问这根球杆啊！哎，又速胜一局啊！这郑宇国一旦冲好球以后，特别快。对他的很多特点呢，因为郑宇国算是，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准度非常好。嗯。其实他的目前的现在的这个状况比原来成熟了很多。嗯。而且他的综合能力也都在提高。嗯。包括他的冲球，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暴力。嗯。而且他的防守和进攻的这个结合，和他打起来这么悠闲的这一盘青台、嗯、看起来非常轻松，这也是他大家都觉得郑宇国为什么打起来这个每一颗球这么容易，其实他背后啊付出了大量的辛苦的这个训练。对，他练得很苦。嗯，郑宇国最近有点微微的这个富态了一点。杨帆保持的还不错，嗯啊，而且目前台球的这个运动员呢，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团队。哎，这个杨帆我知道，郑宇博现在也有，都有的哦、嗯，包括这个陪练，包括饮食起居的这个安排和宣传方面的啊。因为在早些年呢，所有的这个球员呢，打完比赛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这个签约地，嗯，几乎都是自己平时自己一个人在练，或者是跟一些身边的朋友了，嗯、就是没有这种竞技水平的这种陪练，嗯，所以说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团队都是有3到5个左右的这种水平相当的职业球员在一块儿，每天的一时。这个住行啊，包括训练，包括出行比赛，有这种经纪人陪伴，哦、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正规了。嗯嗯，这体育嘛，对，就是就往这个正规化去走啊。是。
这个不是所有的猩猩都能够自学成才的。嗯，啊，需要一个，往往需要一个大的团队来在后面做支撑。但是，一项运动呢，这个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它一定是和球星的引领作用分不开的。对，所以这时候，啊，球员的这个，球星，啊，他们的这个平时的训练啊、比赛啊，包括，这个出行啊、这个露面，都让它规范化。啊，有利于这项运动的发展。但是我目前觉得，整个这个团队的核心呢，应该是这个需要有一个灵魂级的人物，而不是说一定是球员啊。那不是球员吗？对，就是我说的灵魂的人物，啊、这里面这个教练，教练不光是要会打球，最主要是能有大量的这种经验，而且这个心理的辅导，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哦，对对对，他们。会发生不光是比赛当中的一些问题，生活当中啦，或者是这个情绪的调动，在比赛前如何才能最佳的把你的这个状态调动出来？因为球技你无非就是对，你就练就可以让你的手感保持好。但是怎么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这些种种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你身边熟悉又懂你的一个人。哦，哎呀，马指导，你这么一说呀，我还觉得真有道理啊。嗯。有可能在一个团队中，教练才是一个这个团队最好的一个灵魂大脑。对，让大家又服气又比较这个，不能说崇拜吧，就是说，因为一个好的教练，他带来的不只是让你的技术上提高，让你从心里面就服他、佩服他。杨帆 ，Andrei Chu Fan， 杨帆也是一局速胜。你这个出三。这比赛已经越打越热了。两个人真的很难。来判决到底是这两个人谁的竞技状态或者水平高啊？嗯，一切都是看比赛当中的发挥。对，发现今天的这个裁判水平也很高，尽职尽责。嗯，除了在比赛中没有说到之外，比赛之外的细节他也能注意到。对，哎，其实我是觉得啊，这个在台球裁判中呢，这个中式台球的裁判比斯诺克的裁判他还要费劲。对，关注的点还要多。嗯。然后该是第八局了啊，嗯，可能八局过后有一个五分钟的休息，对，啊，你看看，还要这个接受球员的审查，你这球到底码的严不严？是，再用这个码这个三角框来码球的时候，当然有这个摆球尺可能更好一些，对对，容易一些，各有利弊吧，嗯。这个冲球啊，运气差了一点，冲向袋口的球呢，被这个旁边的这个金马给拦了。嗯，这也就是刚才说的摆球指跟那个三角框的这个区别。嗯、这个摆球指基本上80%的有，就是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运动员来开球，嗯，用中立啊，基本上就能做到80%以上的进球。我们看一下全色球的分布啊，都很集中，上面有四颗在一块扎堆儿，但是以杨帆的技术啊，应该去化解这个局面非常的容易。嗯，啊，穿过这张球台，我们好像看到了是刘莎莎吗？对，那边是刘莎莎跟、凯莉菲雪吧？哦，菲雪。嗯，右边我也看到了梅林。克里斯梅林哦，梅林也是闯进八强了。目前好像唯一的一位，两位，还有一位是缅甸的球王。哦，嗯，哦，对，是费雪，看到了。对，快活。对，女子好像只剩凯莉费雪了。哎，好像还有金佳映。然后看这杆球是打一、打二、打五啊，这三个球都不错啊，看看怎么来。好，继续打五号球，两库。争取先调到这个二号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嗯，还能打吧？嗯，那能打之后弹库起来的这个杆法的控制啊，
就需要更小心了，加难度了。也没有太好的别的办法。对，好，弹一库起来，看是否需要去撞一哈。啊，没有，躲开了。看一下运气，还不错。别走了。好，故意下了杆法去躲避这个一号。好，看这个角度。是要蹬一库弹起，还是要低杆拉回啊？那取决于八号球的左右底带是否都有下。好，蹬一库弹起。杨帆 ，Andre，three。好，这样。比分呢还是回到了焦灼的一个状态啊，5-3，郑一博领先，选手们会进入到5分钟的休息时间。啊，就是这个马指导对杨帆的这种大心脏、大智慧是非常认可。对，啊，但是毕竟现在是郑一博领先。是。嗯，有球进袋了，但这局面要想一杆清可不容易。不管是全球还是彩这个花球啊，在他们两个人训练的这个对比数据上，这个马指导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就是其实两个人的先说成绩啊，在各种大赛的成绩两个人旗鼓相当，对，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杨帆的前几年的成绩更多一些。那么从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私底下的大满贯啊，杨帆算是已经夺了一个大满贯了。在大师赛和这个世界锦标赛都拿过这个冠军了。而郑宇博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这个世锦赛的冠军。这个翻袋非常漂亮。其实这盘局面不好打啊，很难打光的。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郑宇博在训练斯诺克的训练中，一天打出3杆14记，这个我们就特别感兴趣。是，因为郑宇博，而且这视频呢，2个147的视频我也都看了。打的就是，奥赛里面的球风什么样，他这边球风就是这样的，非常的爽快。那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这个斯诺克的比赛中，啊，能够看到这名球员的身影。对，很多的这个斯诺克的这些球员呢，都在喊郑宇博回来吧。哦，这颗球还是其实难度很大的啊。现在主要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打防守。就是把白球认搁在这里，然后我养一杆，这样对方上手的难度也很大。目前来看的话，九号球的底带和右上方的12号有薄。好，继续打10号球做防守。
厚了。嗯，张宇博终于是抓住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机会了。对，现在难点就是这颗十一号跟八号的关系。哦，你看九号球很容易可以顺利的推上去，但是十号球，左下方的这个十号球的洞口球啊，看看能不能弹一步起来，从那个三和十一的缝隙啊钻过来，啊，直接就 K。哦，没有做到。都是强烈的蹬杆做啊，现在还有机会啊，打进，争取让主球弹一库撞到七和八的这个位置啊，力量要控制好，嗯，还是打点厚了，也没上校本，对，继续，用了两颗球啊来去处理这个球，现在可以用利用这个十五号球弹一库弹起，尽量叫到这个够薄就可以。这时候不需再 K 了啊！我感觉第一杆有点多啊。哎，正好把下球点给吃住了。是，刚刚这杆下的第一杆多了，要是完全靠中杆赛打，可能角度会很薄，但是有下。这样的话可以打那个十三号的传球啊，争取让主球留在这个五号球的下方。嗯，还是选择先处理它。嗯，看一眼二号球是否被挡到。10 seconds. Extension call. 嗯，这是够准。对杆的效果非常好啊。看这杆球应该是不会去进攻啊，停到洞口去是最好，或者啊做一杆斯诺克。您这杆角度去打进攻的话需要发力，而且角度这么薄，进球的这个成功率很低啊。好球。但是留下了机会。嗯，其实刚刚有说这个杨帆的这个控制中盘的能力非常强，咱们刚刚看到他叫到了五之后没有去打，就是制造了一杆防守。嗯，获得了一杆更好的机会。对，就很冷静的一位球员。Yang Fan and right, 4-5. 还落后一局。嗯。
Break 10, Zheng Yubo to break. Zheng Yubo 依然是没有下球。好，全色球的难点很多啊，不管是八号球被挡到，还有三和一，还有这颗六号球啊，都需要去处理。好，提前去打六号。看这个七号球的角度能不能一库弹起来加塞，去 K 一下这个八号啊。看来角度不够。然后看一号球的底带，力量小。四号球的角度需要重新啊，再调整一下。好，这个角度可以撞两库或者三库来。去叫八 K 八都可以啊。八号中带应该好像有下球啊。这个看很个人的，到底是选择去叫位还是 K 球。看力量。不知道底带是否有下啊？看来好像有。哇！
感觉打得快了。嗯。从叫到位，球刚刚停下，他就开始运杆，没有重新起身调整一下。好，这样的话，找机会啊，这杆打进，利用十二号球啊，就可以弹一库，来 K 活湖边的这两颗啊。嗯，这两颗球 K 的也好。好，现在可以打十号球。好，十一。十一叫到右侧底带的十三号。这个九到九号球啊，角度有点薄，如果不薄的话，可以先打九，来打十五，叫十一，打十三都可以啊。但是现在这个角度，打完十一叫十三是最合理的。好，这杆球上来先去弹一库，起来叫到中带。很可惜啊，杨帆这杆明明有追平的机会。郑宇博，二万。郑宇博六比四。Yang Fan to break. Has not hit the ball. Just saw the 15th ball immediately into the zone. It's a shame.准备打进十五号，一库弹起，做到一个三传的位置啊。好，这杆球要算计好，传进了之后，二号球不要挡住这个十一号，这个力量要控制好。通过三传之后，二号撞到了十二，让对，
这样的话没有被挡住啊。嗯，这个点还厚了一些。其实看九号可不可以先再去调这个十一号啊，先不要去做这个中带。第一杆右塞拉回，哦，还是先去做十了。是不是给吃住了？嗯，能进，好像看似挡着了一点啊，这都没有问题，稍微的带上一点右塞。力量小，先绕过这个六号球啊。嗯，这个是难点。来看十一号的角度，尽量叫的要直一些。好，叫的又近又直。这样的话可以低杆拉回啊，也可以高杆一库。因为这杆的角度非常合适啊，低杆也可以，高杆一库弹起也可以。但一般的话，郑宇博的打法应该会选择低杆。好，这样比分继续扩大啊！嗯、现在是7-4，过了一关。在两人经常冲球不进呢，很有可能就有人更改了这个冲球的方式，去换这个冲球的位置点位，继续冲的话再寻找这个进球的最佳的机会啊。那我建议啊，用三角框摆球的话，在两侧像是那个九球运动员的侧冲的方式应该是最适合。冲球直接有中带进啊，两颗。嗯，这花色球的传球啊，非常的理想。从局面上来看，应该是全色球效果会更好。但目前的角度来打全色球进攻的话，有难度。
好，十三叫十五号同一个带，尽量叫的角度啊直一些，这样才能更方便叫库边的十二号。嗯，角度有一点点的偏薄啊。嗯。那么这杆球，看一下高杆上来的效果。看来好像很困难啊，还可以，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对碰。嗯。就你看着他这个打球很粗犷的感觉，对，这样很细腻的。嗯。OK。好，这个时候擦球就其实主要是为了调整一下这个呼吸的节奏，一定要控制一下。像杨帆上一盘的那个八号，他就是没有及时的调整。嗯，这个时候应该叫裁判来擦一下球，他的状态又变得另外一样了。哦，继续扩大优势。Eight four。嗯，看台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是很多球员混在观众中间看比赛。今年的开幕式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据说是，这个开幕式开始之前呢，走红毯之前呢，说要下雨，嗯，大家都特别担心，哎，说走红毯的时候天突然好了，然后走完了以后，哗的雨就下来了，哦，特别好，这天公作美。对，还有一个有意思，我看那个开幕式这几个，冠军级人物啊，嗯，他们拿了一个特别长的这种球杆，嗯 ，Rock Thirteen。杨帆，对，这个很有想法。对，啊，现在冲球的成功率都上来了。可以，运气不是特别的好啊。好，看看七号球是否还够薄啊？右下方的七号，薄进了之后必然会撞到这个库边球，躲开。但是，看看怎么才能躲，很难躲开了，只能去撞。对，撞完之后的运气还不错。先打进五号，啊，二号球还是有下的。对，是有，但现在的顺序啊，如果打六、打三、叫二，五号都没得打，所以说尽量这五号是一个关键。五号可以有一些难度啊，看五来叫三号中带，用三来叫二，二叫六。这五号直接叫二的话，会远点吗？不是远近的问题。嗯、现在打二的角度去叫六的号的角度很薄，没法这个利于叫三，所以说尽量的去把三号球先处理掉。哦。因为您看这个二角度，下一个低杆一打进，六号过薄了，嗯、但弹起来这三的角度不好。哦，有时候考虑的更多一些，老想的真远。嗯、说为什么不说二呢？好，这个时候的角度六来叫八就非常适合了。
哎，啊，嗯，有点担心啊，这杆发力还行啊，嗯。这裁判是要擦球吗？还是对对对，裁判说不用了。是可能是那个中带的球比较多，他想抛出来一些。哦。但是杨帆说不用了，他这杆轻推，大概是这个意思。杨帆，好球，手感也上来了，节奏也快了。对，杨帆是一个，就对方打得多好，他都心里我就是我。对对，他依然会打出自己的球风来。嗯。有意思，这我悄悄地看了一眼杨帆。抢十三的比赛啊，其实后面的路还很长呢。对，两人的球风啊都是在进攻，看起来并不慢。嗯。Rock 40，郑宇博 to break。嗯，很可惜啊，没有进球。八成应该会打这个全色球啊，上手打一，调两个中带。想拿哪颗来叫二号球？三五四，四完了之后弹一库起来，是否要去叫二？四这个角度，嗯，用五来调二。哦，还是没有先去交二哈。灯杆可以利用九号球来停球。杨帆 ，all right。拿下了一局，这局用时两分钟，嗯，挺快的，嗯。
Rook 15, yeah, fine, to break.嗯，中局依然有下啊，看这杆的运气，难点还是有。 进攻五号，没有打五。这杆虽然打进了，但是运气不好啊，没有。 找到很舒服的位置。 郑宇博看这杆要不要拿这个七号球啊，把洞口的这个十号球帮进，之后利用六号球来做一杆防守。 现在杨帆也不敢去帮这个一号啊，因为一号目前是唯一的一个有难度的位置，郑宇博需要去想办法去处理。好，打反弹，看看能不能。其实不好啊，这杆球不想去带到这个把一号球带活。这杆构思的反弛啊，帮进是对的。 帮进了一颗，这么长途奔袭给帮进，帮进也有价值倒是。但从局面上来看，还是郑宇博占先啊。 强行啊！没有挡住，这样的话可以先用这个打一个传球啊，传进三号，再加二，二再吃一库，把八号球弹起来。啊，有单下，有单下最好啊。 这杆叫的，再重新找机会调整一下。这么经济啊！<笑>很危险，力量小了。 越打越难了。感觉用赛过多了，刚刚那种球稍微加上一点点的左赛就可以。运气还不错，应该二号球还有。
这样的话轻推的话，应该不会轻推啊，尽量弹一库起来，叫到一个保九的角度，这样有利于叫八号。对，要出这样的角度。好，中低杆的一个左塞，弹一库滑到八号球的后方，可以叫到中带或底带，主要看这杆的力量。而且我发现中式选手很少会用架杆，嗯，所以说郑宇博这个打斯诺克呀，是对他更有利的。对，好，球漂亮，有点推库啊。嗯，这都没问题了，应该。嗯，有一点危险。啊，这样是确保在前两个阶段这个立于领先的位置啊。嗯，这那率先拿到第九分。好，中球有下，局面尤其是这个白球啊停的位置非常的理想，应该会打花色球啊，花色球对当前的这个局面更有利于清牌。这杆第一杆没有出来啊，还好还好，这个中带有过渡，中带接应。嗯，哦，这声叹息，对，都清清楚楚，完全打乱节奏了。这是最好用的一颗球，先给用掉了。嗯，就把听用给使了。对，看看顺序。其实最难的吧，是现在这个洞口球最好进的。嗯，这怕等一会儿不好叫。我看力道，哦，还不错啊，可以啊。九号也有，嗯，嗯，十一号应该也够啊。哦，十一号也够吗？对，停在九的这个位置，用九来打十一就完全有下。哦。好，没问题。轻推，十号球看一眼，可得小心点。对。对，不过打得快有打得快的不好的地方，快的话手感好，嗯，感觉好的，有时候呢稍微有点不仔细的话就容易出问题。哦，这样比分呢又被拉大到四分的分差。好，回到比赛中，现在呢郑宇博离获胜还有三个台阶啊，三步之遥。对，不过这三步要迈出来的话，在大心脏大智慧的杨帆面前却并不容易。对，而且还是轮流冲锋。嗯，力量非常大。
哎，公平，花球和这个全球都有扣边球。而且都有相互管制的。还不是啊，主要是扣边球。一样一颗扣边球。嗯。关键的这颗五号球的角度，现在打五呢，还是再调整一杆？嗯。虽然没进，但是我是守门员。但这杆球看运气啊，洞口球一个右侧的低杆两库，如果效果好啊，两个球都带出来。哎，这个马指导，你刚才说这两个球都带出来，我没看明白啊。先拿这个洞口球啊，嗯，去打右侧的低杆两库。嗯，争取先刮到十三，嗯，这带回一个，撞库两库之后呢，先刮到十三，主球还会，起来撞到这个十五号球，哦，但力量太大不行啊，大分离角就变得小了，嗯。打中带还可以啊，这球可以去带五号，也可以去叫十五，看样是去带五去了。哦，这嗯，带进最好啊。嗯。就去 K 球带球付出的代价就是白球会失位。对。10 seconds, 十秒。Extension call。好，在这里呢，叫了一个延时，仔细的思考一下。感觉难度很大，嗯，准神，等一会儿可能要发挥自己的准度了。主要上方有两颗难度球，现在看不清啊，十五应该有单下，那这样的话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个十一。
加持了。这个叫的不是特别理想啊，弹库起来一颗球的角度是最舒服的。看这杆球的想法呢，小力拉回来停到中带附近，或者是低杆强烈拉一库弹起，然后选择了小力中带附近。因为准神得持续发挥准度啊，嗯，尤其这一杆啊，你这个白球相对比较靠近库边。看这杆球设计的是轻推还是两库弹起？这两库弹起的话，力量会发的比较实，是吧？对，而且出杆的准度会更好。嗯。嗯，还是。哦，还是这个技术在这摆着呢，够狠、啊，轻推够狠。嗯，这从库边球到这颗球都成功了。对，啊，现在还要再准一杆。哇，这要拉开五分的话，杨帆不好打了。嗯，哎，正国 and right 11-6，够狠。其实后面这两颗每颗都是难点。嗯。张一博，这后面这三杆球打得真够硬的。对。郑宇波 to break。哇，开球有下啊，而且看一下这个局面，嗯，几乎没有难点啊。这样的话，如果在状态的话，郑宇博很有可能这一盘就提前拿到了赛点。好，全色球的难点是在四号，那么有二号球跟四也有衔接，对，把二号叫舒服一些。好，可以擦一下球。嗯，只需要把这颗四号球啊叫到了。嗯，因为往往这些职业选手，他们这个去找台面上像找茬一样，嗯，上来就能找到他的难点在哪里，马上就能解决掉。对。哎，没问题。看力度的控制。嗯。直接叫五号球中带啊，只需五号球定进啊，这没难点。对，一个好的冲球啊，真的是作用巨大，而且在实力相当的时候啊，真的比的只是冲球。嗯，
一说五号进完马上就放松了哈、哎。对，这都。幸福不乱。不用进入什么经历了。对，有点像斯诺克超分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嗯。哦，对啊，杨帆要反败为胜的话，需要连拿七局，这个难度太大了。对，而且还是轮流冲球啊。嗯。哎，这郑宇博这习惯有意思啊。嗯。坐下以后，先去瞄一下对手，看看你有什么变化没有？对。看看是否生气了。就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位球员都非常的沉稳，非常的定。嗯，但实际上他们的性格在下面是各不相同的。对，有的人其实比较调皮淘气的这种性格，在场上被压抑住了。嗯。非常非常大力的一个冲球，哦，这个冲球要是没进的话，可真是有点冤。哇！再看一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哦，依然有上手的机会。唯一的难点就是这颗八号啊，看三号球跟它是否有衔接。现在可以去叫三，用三来 K 一下八号。哦，打六啊，打六。这边的这个一号球也没有。嗯，这个倒不难了，因为有二和五在那儿啊，一号球就捕头叫不到位，捕头 K 不到。哦。现在关键的是这个三来 K 八的角度，还不能多。嗯，哇，这杆算是失败啊，这就值了。对，虽然叫到了，但是这杆球看有没有必要进奔近打。哇、哦，这个打力啊！这球还没停呢。对，啊，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呢，杨帆跟郑宇博的之间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嗯、杨帆在领先多少大比分的时候，都会很冷静的去处理这个局面。嗯嗯。哦，也没有飞到。嗯，整个的这个。状态已经被压得很差了，自由球摆放没有 K 到想要 K 到的球，很可惜啊，本意是想去解四号球。放，包银汉。看是否再打一杆防守啊？嗯、哦，直接去 K 了 ，K 八，可能青台打。哎。哎，力量又大、啊，解决好一颗，又来了一颗。屋漏偏逢连阴雨啊！嗯，继续，这个角度还不够 K， 哦，应该不会进攻啊。嗯，再等一下。这杆看运气了，解到之后不留球，不留下机会啊。嗯，留下了机会。
感觉不在了。今天整体的感觉杨帆的节奏有些快不稳，一号球的角度有一点舵，看是不是用最熟悉的低杆横台。好球。手架也舒服啊，只需要打进定在那里就可以。我擦一下目标球，也擦目标球。如果心态没变化的话，以郑宇国的这个基本功打这杆球的问题应该不大。看球员这个多么仔细啊，连目标球上面的有一点的脏东西都不可以，都能看得到。万一因为小小的细节，对，这个丢掉奖金不知道了。没有问题了。郑宇博在这场比赛中确实是表现了非常强大的火力啊。好，然后恭喜13-6战胜了杨帆，打进四强。这场比赛呢正好是在我们转播时间内结束了啊。对，这个先自己等他们出来再签好了啊。两名球员表现的其实都很好，只是郑宇博呢在后面突然的发力啊。